等一下，这里加没入有摩人托邦。啊，有诶。哦。不是烦的。哦，中了。绿色的包子也蛮好看的啊。这包子。我的头体那个啊，头像。哦。还骑什么脚踏车？你还加速？脚踏车错了吗？叫你骑脚踏车了，你还转弯？哇，这么凶巴巴！会耶，被中。我也跑错台了，没有跑错台，没有跑错台，帮忙工商一下而已，嘿。好感动。管理邀请前来设施。卡卡卡卡卡卡！Jesus！设施了。哎，记得追随一下哦。哎笑。来了，记得追随一下。追随一下。追随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开抢劫任务，我连之前抢劫任务都没自己开过，都是跟团啊，对啊，进入来到这了，就是拿一下饼干啊，拿满了，所以我是要等你们来之后再按吗？还是你可以先按啊，你可以先按，可以先按，他会直接邀请所有在摩托邦里面的，摩托邦你哦。像这样哦，哦，难度困难，吃，饼干再多一点，我还要，我口袋还放得下，再来，我口袋还有空间，好，都给你，我还要拿啊，口袋放满了，抱歉，我走了。走，为什么看画面会卡？卡卡的，我还好，还好我听你们声音也断断的，说我觉得音乐你那边的问题哦。对，打你这个好假哦。那太假了啦。对啊，我是说甜再多一点。好了哈，都买好了哈，好了，不要装了啦，这假假，你这样子空傻啦，这样子比较，对啊，这样子比较，不要这样，他就很溜，没有啊，就是真的啊，有没有这样超？是，我等一下就说我听不到你们说什么，然后就把队伍给轰了。哎，我们在玩什么？哦，私速快递。你很多会有很多僵尸跑出来，对，发大财，又是发大财的，哦，要东摸摸西摸摸了，摸摸，等一下就会有一个坐起来跟你讲发大财，啊，旁边还放了一个卤肉饭。那叫脚尾饭有没有？卤肉饭，卡位本。卤肉饭，卤肉饭。哇，这车也太上面了吧！这什么烂烂设计吧？烂哦，跑远了，怎么那么远呐？哇，一开始就要爬山啊！你考不考虑搬个家？不要，好贵啊！这边很多花钱的，这边10000多块，100万而已。可恶！走喽！你们有没有考虑跳过路程啊？不能啊，我们可以吧？你没坐一起就行啊，4000块哦。对啊，花喽！钱已经不算是那个了。花啦，我按了。我也按了。投票跳过哦，这里是哪里？我们怎么又冲到这边来了？这里是不是平行时空？头好痛！
我揉一下眼睛、啊。痛！这里是哪里？我失忆了吗？这里是哪？这里是哪里？啊、什么什么？乔治，你们为什么一直叫我乔治？我只知道我以前是开计程车的、啊。怎么？你们为什么叫我当叫我？我不是警察啊！我怕高啊！啊！那医生拿锤子敲人的啦！这是麻醉，麻醉，物理麻醉，下不了了。是，有到点了。大彩，这是可以先到那边的、啊，不用等他飞了。可以吗？他叫你靠近一点。那直升机飞很慢，我们可以先飞过去，先过去嘛。发大财！哇，大好，没这么早吧？应该是另一边，是吗？对，要另一边先摸摸，摸摸。哦，东边摸摸，西边摸摸。打空，离开这区域，等待直升机降落，你不能太靠近。啊、哦，好，还要等到先下来哦，不能先到哦，奇怪。不能先把那边打完。来，市长，现在让我摸摸你哦。好，你胸腔突袭没问题。哥，这里很痛哎、欸，这里。我们直接进去就好了，我们开骷髅马就没差、啊。哦，对哈、哦。这里重来的话，没骷髅马就超难。真的，就要用慢慢狙的。后面打不到啊！哎、欸，我的瞄准点呢？我用错武器了吗？有啊！哎、欸，举枪了！哦，生命线！什么东西爆炸了？现在崩不到，崩炸！汽车！哦，哈！要躲在这边嘛，人呢？欸哦、在旁边躺，旁边躺，旁边那一个，哦、在打旁边那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在车子那边，车子那边，打你的光头，狠心干嘛？下车，听后面有声音啊！我进去，啊，下车，走喽，起飞。嗯，有钱人的把戏，随便钱花，没有办法，我们钱已经太多了。我们钱，钱不是问题、啊。最近的活动好赚，最近活动给很慷慨啊，一天100万，这谁不有钱啊？如果都有挂着的话，好，可以了 ，OK。对，好友上线，断句点，挖皮肤。嘟嘟翻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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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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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嘟嘟嘟嘟嘟嘟。讲来讲又饿了。哎呦，我吃不讲。好 ，OK OK。胖老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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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啊！我们有专业直升机司机。专业司机谁啊？那个萌萌月。你才萌啊！我要跳机了、哦。我想停在那四大正大楼前面呢，这样他们就不用跑这么远了。正大楼，你说停在这里面吗？对啊，猜喵喵。这里有点哇，这个技术高超就是不一样。高什么？超什么？高超技术高超。不可、哦，这个车子压下去吗？他能压吗？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，然后我怕你旁边的树会被搞到，应该是不会啦。那、啊、好了，出去喽，我出来喽。啊，抱歉，哇、哦，哇塞，特技飞机啊，哇塞，啊，抱歉，哇塞，我、啊、靠，我靠，我靠，等一下，会死。跳旁边，跳旁边，跳旁边，跳这边，跳这边。那个直升机太猛了！哇塞！哇，铁道！啊啊！上来！快！
等一下，人家通射啊！我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我植物甲，我帮你转向，我帮你转向，我帮你转向。哇塞，哇塞，好猛啊！我好猛，刚刚那个超猛的，直升机直接螺旋桨往下嘞，转一圈嘞，好猛哦！而且刚刚繁星大喷血，不是我刚刚准备楼梯帅气跳下去的时候发现不对，我的脖子上面好像有风在转。我刚刚开始看你大喷血，那个夜战差点割到我喉咙，马上跳走。我看你是不是血滴只刷了好几下还没死哎、欸？是吗？而且没有倒哎、欸。我的大喷血是被警察射的、欸。啊是啊，嗯，我刚刚是看螺旋桨。我看到以为是螺旋桨，走，哇，还好没事。你知道怎么看字母角色阶级吗？什么角色阶级？你是在问 S 吗？有个 S 就是很高级了吧？哦，对啊、嗯、，S 就是至少会比较好，不代表是最强。嗯，他的起始分数比较高，起始分数就是七八百以上起跳啊，一般的就是一两百啊，两三百啊。No。听说那个什么，那个谁，杯面好像很强的。杯面超强啊！做坏的角色，必练脚。如果真的抽到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拜托他们一定要把账号就送你，送给我。你就说，反正里面多少钻石嘛，我出。哎、欸，哇！不用，我还是这个打 IDC 好了，这个不能讲。對吧哎、欸，特技没有加分哦，铜牌啊，铜牌！哎、欸，你们两个里面的没看到我刚刚表演特技，他刚超猛的哎、欸，你是倒着飞还是怎样？他是直接脚到树，然后整个那个被吸过去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轮胎是往上转一圈。然后转一圈就算了，我还可以安全降落。哦，是。哎，看那个 General。哦。哦。嘿。嗯。哦，你姐姐的账号有，她不玩了，真假的？对。我这边有个观众说她姐姐的账号有，但是她不玩了。就是这种人啊，对游戏没爱的都抽到好角色啊！我都花了多少了？哎，怎么人不见了？我好孤独啊、哦！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啊？哇，对啊！哎，特技人员被孤立了，哇，是不是铜牌都会被孤立啊？是单飞了。哎呦，哎，不对啊！我上次白金啊！哎呦，你再不看路啊？有人要射我啦！哎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突然转向？刚刚没炸到你的、欸，你相信我？偷我的原子枪，偷我的原子枪。为什么我只能邀请你们？欸、啊，我邀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刚是把哈基炸飞、欸？不是我，他被哈基转弯的。我一直在射车子。我刚看哈基突然一个大跳到我的那个呢？是假的？我太难。这个人怎样？都是。你在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我要邀音乐。干嘛啦？感谢礼物。刚那一波操作还不溜一波？邀请。啊，对对，哈基，你开着啊，我试试看，啊、弹看看啊。好、啊。好有趣，这把枪，还不用子弹哎。接受邀请。你在空转吗？对啊，咚咚咚。东西，抱歉，问两个问题。你在刻什么？那什么阶级显示都没有，不就代表他是普通角色？普通角色。那个人他阶级是直转就抽到。哇！哦、你说每日十转那种吗？他真的不是我这种人的呢。早上抽到杯面开心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太过分了。杯面是常驻角吧？不是吗？太过分了！我记得杯面是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长期在卡池里面的角色。哦，对啊。哎、欸，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们说手抽抽到杯面，不是主打结束之后会放进去吗？就进卡池的吗？看一下哦，软蛋是活动角吗？还是哎、欸、没了哎、欸，限定角对限定角没了，哇塞！因为那时候杯面是第一支出的那个啊，稀有角色，欸、真的太过分了啊！怎么最近一直听到有人抽到杯面，我气死了。所以不是假消息，就讲假消息而已，放假消息说啊，让别人觉得抽了好像有希望一样。对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假的啊！哎、欸，昨天说按到 F 要，昨天说按到 F 要怎样？要讲什么？讲什么？忘了，我忘了，因为昨天我们说按到 F 要讲什么，我忘记了。我也忘了。邀请我，邀请我。那个繁星邀约，我要了。啊！彩色珠宝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他有高几率抽到 S 角，哦、高几率而已。啊，我白色的球有抽到 S 角过，那个几率非常的低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上次的皇家系列里面有杯面啊。我在讲什么？字幕字幕的啦，字幕字幕的、嗯。待会九点就知道了。邀请前来设施。我来了。好。哇，有人 No Life 117的 ID 名字是金色的、欸，黄色金色的，好帅啊！帅哦，帅哦。完了，我要迈入粉色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完了，你要被讨厌了。对啊，我要被讨厌。要被对。刚有台警车瞬间飞过我的车顶，我就说：“这是我以为是……哎、这个，鱼不拿饼干啊、哦！”然后我刚刚没有吃。哦，这么嚣张！我的口袋是装满的。哇，欸、这么嚣张！嗯，口袋放不下，没办法，他没有加大口袋。按积木积木，那大概就是还有那个咯拿讯息，我脚有点短、哦、我踩到沙子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的鞋子有沙，我还记得哎，好猛！阿香哈记，如果有这个也可以讲啦。如果你要练角色的话，等朋友来的话会比较好。练角色等朋友来会比较好，就是。会有好友来拜访你，来你家骗吃骗喝，然后你这时候喂他们会比较划算。困难哦，啊，因为会有好友加那个好友的经验加成，嗯，比自己吃还要划算，所以好友度越高，你那个经验加成会越多。走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玩的时候是拿官方的账号，对。那你可以介绍啊，可以介绍一下。不过我刚看了一下，里面好像 S 角三只吧？叫什么？啊、我不清楚。我刚只看到稍微看一下，瞄一下。我要让说垃圾垃圾垃圾。然后看到里面有一只杯面，删了。这个账号有毒，删了。我来帮你。我来帮你接收，帮你处理这个账号。这个运气有点高，这个我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说，这是那个某个那个他们的公司里面人员的账号，你们这样子不太好。然后说感谢你帮我消业障。我等一下抽下去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地堡不错啊，不，这个设施不错啊。走好远，花花绿绿草草的。那出来解任务的时候，要先稍微运动一下才能上场。对啊，哪像你那边都是沙漠，脚常常进沙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全部都上这台？这样才能按一啊。哦、啊， oh. 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他讲完话啦。他说完话，他话有点多啊。弄他，弄他。好了，莱斯特够了，可以按了，可以按了。
八八八八八八，那个八八八还会进进。所以老板，你要不要来？我现在好，我现在脚。